带些零食的。一只老鼠，会有母的老鼠，那这下我就欠我爸钱了。我饿了死。快快充电！我爸准备好。啊！从来没见过路上的人这么傻，是我想家了吗？好像桌子最后才刷出来的。应该在打小八成是在打小龙这个位置。既然两个人还没上线的话就应该在打小龙。给队友拼下信号吧。先引进我们野区了吗？完美是不可能的，不过这不就是人生吗？我没到六级之前的话战斗力有点差的。充能完毕。德利有没有大招两个英雄来电了。
真怕这哥们直接勾一下，好怕、哎。主要他勾一下要勾炸了，那位置靠不了。机器人走了，那我也不用去下路了，我回家补一波装备就好。去下路的话，也是基本上是文经验的一个状态，没必要去下路给自己遭罪啊，这样还掉节奏。谁也抓不到我，除了我姨妈。啊，我干什么都躲不过她。我靠，这么逃生！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我属于这里，我们都属于这里。触电，需要更多电才行。我在通这。都倒了应该。别挡路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越不了啊，越不能越。积攒一下能量。快充电。Shut down。我不是来瞎胡闹的。充能完毕。还得是泽利刮痧舒服，感觉换个 AD 应该都杀的。泽利没大招，纯粹的刮痧舒服。我没蓝 Q。掉的。一点机会也没有。啊，都指望哥们谁？哥们这么肥，那确实都指望哥们谁了。
68，他妈打我两件套，我都好难受。 我老鼠有了破败，确实是质变。还是一级大招的 CD， 那更难受。 需要我卡扎没有来帮。他们就跟炼金男爵一样。 这也是，哎，不好说，感觉有点难，因为他们队友可能到了。哦，喂！哦哟，还有大招，很帅，好帅的卡莎。 刀，补刀。
补刀就对了啊！玩 ADC 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发育啊，补刀，简单来讲，补刀要很稳，反正不能乱搞这个补刀。补刀不努力，泉水等经济。